多钱吗？快点快点！啊，你们要钱的话就拜一下吧，兄弟。一千多块。三千八百。你中好的话，别买这个币，你老板。哟，大家好，欢迎来到 Costa Housewarming 啊，这今天呢是个 Housewarming， 所以 Housewarming 呢啊，那个 Housewarming 的师傅还是 on the way 还没有到。所以把 OK 了，你看那个good timing 风是到我们是到十二点半到一点半，要只要过那个拜拜啊，所以他们还在 on the way。Welcome， let's show you guys， 欢迎光临。这个是光临吗？OK， but anyway， 应该是 house tour 的 video， 应该是我下一次再做一个 house tour 的 video 吧。这次 let's enjoy 这个整个 process， 这个拜拜的这个整个 process 啊，把这个整个 process 怎样拜，其实都是我都不懂的。Enjoy the entire process。还有牛会来啊！是的。刚才 Jasmine 讲啊， Jasmine 讲还要喂牛吃东西，吃水果啊，吃水果。所以今天牛会来，今天也是 on the way。所以啊，一个母牛跟一个小牛，小牛啊，谢谢 ，Thank you。Welcome。终于到了，都已经10:03了，是的呀，正式开始。分享一个东西，刚刚 Boss 跟师傅没有讲话，然后他们就不约而同的这样子。所以可能是印度人的一个默契。所以我就他们这里讲沟通。还有这个是全马最新的冷气，我们老板讲什么都要全马。这个是新的，但是有一个坏处是它还不是 inverter 的，它是 AC 罢了，因为他们是新发它出，然后他们应该是在 test market 啊，如果这个好了，他们才会卖更多的，所以现在才不是 inverter， 所以电费比较会高。嘉伟，那个音量不够了，就说嘉伟 on time， 妈妈可以，还给你一点掌声。因为每次嘉伟老师在各种event都会迟到，已经没有了，这个已经是很多次了，不要再讲。嘉伟唯一一次准时，所以今天还是准时的。3, 2, 1, sexy。housewarming 仪式还在进行的时候呢，我们来中场休息，看看外面的这两个人在干嘛。他们在装着 Kosh 的礼物，外面已经在准备着他们的礼物了。你们的呢？大太阳还在那边装，热死你们被紫星嫌弃了。等下我们进来就休息。他们里面已经是烧那个 campfire， 烧到很大很大火，而我没有办法进去，因为我一直在流泪。对，教练，这样搬一下，搬一下，对，多靠近靠近。要多钱吗？快点！要拜一下，快点！这个不可以等很久，快点，先拜一下就对了。啊，你们要钱的话就拜一下吧。要出去。拍的是吗？要动口是吧？啊，是的。好动口啊。啊，动啊，你看啊 ，like this。真诚点，真诚。啊，拜佛多啊，这个很熟悉。OK， 可以了。3,800。你中好的话，中多一点，我也买 Devin 的老板。那个一支不够，我买多一支给你。中好的话，刚刚那个拜拜是一支放爆了，然后最重要的是等下会boil 那个 milk 啦。所以那个等下会 build 那个 milk， 所以拜拜要 boil 那个 milk， 然后 boil 那个 milk， 然后就会知道
阿妹就是 boy 啦，就叫卡青了。讲出来就不主要了。会不会中呢？三哥，这个冒出来的时候，你们就知道我有没有中了吗？我中中，那个被看到没？如果你看到 Coach 有多一只，就是卡西。Nope。牛来了。那你来日本了没？我是江。哇，你摸口水！不不不！哎，靠！你清醒点！Oh no！Let me. I'm late. So late. I'm so late. 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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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te. I'm然后他有孩子在外面，上一次带来的孩子是另外一个孩子，说不好可以生多少只孩子，这个是蛮大只的母牛来的啦。所以 anyway 说现在他来里面了，就是好像带财进来这样子啦。所以第一个东西是要带牛是去听真呐，所以打算带他去了听真一下，然后他就来了这里，就当做这里给我们拍照啦。但是他要站一下子，但是 the best is 他们讲，如果还要他在家小便大便的话是更好啦。所以到现在还没有小到或者大到啦，所以如果他有小便到大便的话就 OK 啦。虽然他算是something great start 这样子啦，但我更细节的东西我就不懂啦，但是我知道这样子了，所以看他会不会大跟小咯。好，我现在在 Coach 的新家，然后今天是我第一次 attend Indian 的 housewarming 啊， first time for Indian style， 然后有牛，然后我现在在等那个牛布布，所以在布布的期间，我要问 Coach 一些问题。Coach 啊，你觉得你进来了过后，就之前是住在家里跟爸爸妈妈一起住吗？现在是跟老婆两个人了了哦。其实是蛮 excited 的，也有想到啦，像我要跟住 Dublin 那些，之前那些就比较简单嘛，现在要比较一个 journey， 然后跟老婆一起住。这个又是一个 new chapter， 真的是会是一个 new chapter， 所以是真的是有很多个第一次新家，第一次做好手面，第一次会要搬进来，然后很多个第一次。哎，现在我也是有想到把 office 搬来这里，不是全部，把就是上班在到 YouTube 还是什么，可以从已经想好一些地方啊，就是可以去做了，然后大家也是可以 chill，BBQ corner 又有，所以 BBQ 炉在哪里啊 ？BBQ 炉不是嘉伟放这吗？嘉伟一起来祝贺我的老板搬家快乐耶！谢谢。很多东西要订购的，买家这个整个 process 是一个专业的东西，给专业人做你自己要知道你要做什么你要的是怎样的比赛，要做什么，然后做的那个人是你相信的人，跟他有那个料的人，这样就比较简短很多东西，这样就更简单才更好。这家做的人是谁呢？就是我们的 MVP 家人 August 啦。就是把我住做我的家人，所以我是非常放心的把我的家交给了 August， 然后买家人是 Parents， 也是我们 MVP 家人，所以这个 community 实在是太棒啦。因为什么 resources 都有，所以大家如果你今天还没有在 MVP 中，你忘记投资教育平台什么都有，我们饭还有吃，我要去吃饭了，大家我的问题就到这里，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再跟我问好不好。所以是这样子的，所以现在 house warming 这里来讲是差不多是这样子。那我下次再做一个 house tour 给大家啦， house tour 给大家，我这个整个家是怎么什么什么，然后这么花这么久，什么东西是什么这样子啦。然后盐城买的 Burberry 在这里，我还没有给你们看到，在这里，这个是盐城送的，就是版 Burberry。我在Google 看到它的价钱是大概4000多马币。这个整个 video 不是关于 investing， 而是把这是 personal vlog 跟大家分享。哎 ，I'm just moving in， 哎，会跟我老婆自己在这里开始，我们会住在这里啦。So if there's any of the MMP 家人，上次我们做 event 在Johor 或者 event 坐在一些地方，
的时候，然后就读 after 课程，你不能回家，不能赶回去新加坡，有这种等等的 issue 的话，都欢迎大家可以来我家住。这个如果 MMB 家人有讲过这句话，你是我的人，我就是你的人，对不对？所以MMB 家人，如果你是在Johor just in case shit happen，不能回去新加坡 whatever or too late 没有巴士，any reason 都可以来我家住。然后 if let's say anything 我需要载你们去新加坡啊，还是一些东西的话，我都可以载你们去啦。从这里去新加坡也是很靠近的，所以是这样子的啦。所以 looking forward for 下一次的 open house， 我这间家 open house 之后才会 invite more 多一点人。但我打算把 open house 跟 baby 三十天，因为 baby 也是要生出来啊， baby 三十天一起做。所以一起做的话， open house 跟 baby 三十天的时候再 meet 大家啦。我一个 review session 还是一个 steam book session。So for today， see you guys in the next video， 记得按 subscribe， 按 like， 按那个小叮当。我们下个 video 再见， bye。卡奇，嘉宾出来有没有？快点，嘉宾出来！嘉宾Oh my god！ Oh my god！